哦，我现在来看 LeetCode 2.152T 最小的线段来去把所有的点都 cover 住，就是所有点都连起来。然后的话给的是，比如说这个例子里给了四个点，一、二、三、四，这四个点中有多少，最少有多少个线段能把它们全部连起来，连一块儿。我们看到啊，零一这个点，然后二三是这个点，然后四和五这个点，它们都在同一条直线上面。然后四和三这是另一个点，所以的话，它不可能和这个三个点连一块儿，所以就单独一条边 所以一共需要两条边，对不对？嗯，看到这题的话，首先是它求的是 minimum number of 直线。嗯，一般这种 minimum 的题的话，就是求最下、最小、最大、最优，这种的话一般都是用 DP 来做，对不对？所以这种题的话，这道题的话也是用 DP。然后 DP 的话，我们就首先得定义 DP 的那个元素的定义是不是？首先 DP 的有几步哈，一个是 DP 的元素的意义，然后的话 DP 之间各个元素之间的递推公式。以及最后我们要返回的值，以及还有 DP 的初始化这几个点。然后我们先看第一个 DP 的 第二个元素的意思。第二个元素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前 i 个点它们之间可以拼出来的直线的个数。对不对？比如说这有四个点，就是说这前四个点能拼出来的直线个数，是不是？对，就是 DP 的意思，DP 的 DR 的意思。First i points can needed lines。To cover those points，是不是？这是 DP 的第二个元素的意思。然后递推公式 DP i 等于什么呢？就比如说哈，DP i 是 DP 四的话，你举个例子，DP 四就前四个点，对不对？前四个点等于什么呢？是不是等于我们编个号的话，零一二三这四个点，它们能拼出来的有多少？就是比如说这四个点，它们能拼出来的直线个数 然后它是不是应该取最优最小的吗？所以我们肯定也是最小的 min，但是它和什么有关系呢？我们能比如说我们四个点，我们能不能拼成说第一个点？是一组，我们先看了嘛，就是比如说，我们要把门给分割开来，一共有四个点，对不对？这一共四个点，那我们能不能比如说，我们第一个点，DP 它的 point 一，然后的话再加上 DP point 二和三和四。就是说 ，point 一它单独在一块儿上，它有个多少个直线？连它的话，然后的话，point 二三四它们这三个点，然后在一块儿，它们需要几条边来连。比如这个问题的话，二三四它们这三个点，得需要两条边来连，是不是？就是说 DP 二三四需要两条边，然后 DP。一个这一这 DP 一的话，和这三个点任意一个点来连起来就行，对不对？所以它也是需要一的。然后我们能不能接着拆成，接着拆 DP point 二呢？point 二，然后我们再就是所有的都全就一遍，对不对？point 一、三、四，point
point 一、三、四，他们三个点在一块儿需要的边数，然后还有 point 一、point 二这一点它需要的连的边数。那我们看一下 point 一、三、四，那最起码也是需要两条边，对不对？最少的。那 point 二的话也是需要一条边，就这样一直往循往下走，往下走。一直往到走到什么呢？就是，再举个例子哈，再走到 GP point 一 point 二，它的 GP 再加上 GP point 三和四，等等依次往下做，往下做，一直罗全部罗逼罗罗列一遍。对不对？一直到最后的话，应该是 GP point 应该是最后二三就结束了，应该是二三四，再加上 point GP point。没有结束，没有结束。一共有四个点嘛，还有一直到一二三 point， 然后四等等。虽然有重复，对不对？但是我们就是为了容易看嘛，我们就允许它重复吧。比如说一二三加四的话，前面也是一二，里面横线又有一个四加一二三。对不对？但是重复无所谓，我们可以去把这重复去掉。但是对于优化，我们先把这个先把结果写上来，是不是？但是的话，还有一种情况的话，比如说这四个点能用一条边连起来的话，那是不是就是 GP 四也可以等于一啊？对不对？或者是说我们到时候的话就等于 GP 不是四，是一二三四，或者是加上 GP 零，觉得这个可以不写 point 四是 point 一二三，什么误会 point 四，这样加起来，但这是不是 point GP 还能等于一？如果是他们是四个点都在一条直线上面，也可以等于一，是不是？然后的话，我们到时候可以判断一下，就是先，既然我们不是在初始化 GP， 是不是？然后我们就可以把每个点看看，先看那一，然后二一二，他们是不是在一个边上面？一二三，他们是不是在一条直线上面？如果是的话就让它 GP。DP 三，或者是这样，比如说 ，DP 一二四，他们是不是在一个点上面？啊，一二三，一二四，一二三在一条点上面。所以的话，我们就 DP 一二三是不是就等于一啊？但是我们初始化的时候给它初始化一就行，对不对？然后这样子的话，这个是它的，这就变成这个公式了，对不对？然后是第一步递推的意义。第二步 init GP 就是 check whether points， 比如说一二三 can be covered by one line， 对不对？如果是可以被一条 line 给 cover 住的话，然后就是一，如果不是的话就我们就让它初始化为，所以这个值的话然后就会是有两种，这个的话就比初始化于一，那如果不是的话 can not， 那我们就把它初始化为 initial max， 是不是大的最大的嘛，因为我们要求是最小的，所以我们就把它初始化成最大的。
这样子的话就是不是自由螺旋了？然后我们就返回的是什么呢？返回的是 DP 的 前四个点，是不是？OK，这就做完了，是不是？但是我们想一想，是不是有些问题嘞？就比如说 DP4，我们好知道 DP3 前三个点，我们一共有四个点，我们前三个。感觉是不是有点儿把问题太限制住了？是不是应该是随意的三个，自任意的三个点，对不对？任意的三个点之间的 最小的。但是这是任意的三个点的话，你看看这有四个，C43 一共有四种排列组合，三个点。就比如说啊，有分为什么呢？有 DP，DP，point 一二三，对不对？还有 DP，point 二三四，还有 DP，point 一二四等等等等，一共有，point 二三四，一二三。一二四，二三四，哎，C 四三等于 C 四一，应该有四种，还有一种是什么？二三四有了，一二三，一二四，一二四一四，一二。一三四对，一三四，对，一共有四种组合。所以，如果我们只弄泡着，这种的话，用只用一个三，就代表三个点的组合，是不是不对呀？那这么说的话，我们得最起码得把这些每个点都能罗列出来的，而并不是只用一个三来代表这。这四种三个点的组合，这种是，也就是说，这个是我们的想法是错的，因为 DP 是没法表示出来的。然后呢，我们想想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能把它们，就是 point 一二三和 point 二三四一二四全部弄用，给它区分开来的办法。然后我们就想到另一个办法了，是不是？我们看看，我们都知道用 bit way 来代表。比如说，这是一共有四个点，是不是？我们能不能用一个 bit 四个 bit 的一个整数来代表这四个点呢？比如说000代表，我们就代表没有点，0001代表是 point 一。0010代表 point 二，那个是 point 一，point 二，0011这个是 point 一和二，对不对？然后0100这个是 point 三，0101是 point 一和三。0110是 point 二和三，对不对？0011是 point 一二三，1000是 point 四，1001是 point 四和一，1010是 point 四和二，1011是 point 四二。二一，1100是 point 四和三，1101是 point 四三三一，10是 point 四三二，1111是 point 四三二一，这样子的话，我们是不是就能解决我们刚才这种没有，就是。啊，没有办法去
实际指向的是三这个 DB3 的意思。DB3 上面有三个点，然后但是那时候我们又没有办法去把它区分开来的这种问题啊。这样的话，我们这 DP 就转换成，就是每一种状态，它所，我们就改一下这种话，我们现在就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把 DPI 的意思改变了，然后就转换成了，我们把它就说状态 I，state I needless to cover this point，to cover the point，对不对？然后第二个的话，我们看看一下 DP 的初始化。DP 的初始化的话，就是 DP state 就是我们也是一样的意思，是不是？就是看这个点，这个 point 的 points state 代表的 points。State replicated points 是不是能用？比如说我们再举个例子吧，就比如说的话，我们举的是 DP，001，这个就是说是。state 是84213，也就代表了 point 一和 point 二，它们需要多少个边去 cover 所有的点，这是这个的意思。然后第二步呢，我们初始化的时候呢，就是 DP 0011，也就是 DP3。DP3 的话，就是说，DP 不好意思，DP 一和二这两个点，它需要，它是不是能，怎么说呢？就是它们俩是不是在一条直线上面？如果是的话，就把它初始化一；如果不是在一条边上面，那就初始化为 int max。但是我们知道，任何两个点或者任何一个点，它们都是在一条直线上面，对不对？这样就说的话等于一，是不是？也就是说，points count 小于等于二，那么的话，它们的 DP state 就等于一啊，对不对呀？如果这是我们可以直接确定出来的，对不对？再拿下来。然后呢，或者呢，B 的情况是，比如说三个点，three points，比如说是一、二、三这三个点 ，in a line 是在同一个直线上面，所以 DP 值也是等于一，对不对？这两个条件都满足的话，它能就是 DP 的值就是一了。否则的话，else，那就是说是它是 int max，对不对？这样的话，我们就把这个 DP 的元素，我们能初始化的全部都初始化完了。然后第三步就是递推了，对不对？递推 DP 的公式就是这种。然后和我们当时想的也差不多，对不对？因为我们当时也想到过用这种方式来做，把它细分开来。这样的话，我们就是把，比如说是 DP4 的话是前四个，我们当时想的是，但是的话，现在我们转换成这种了，就是说是 DP，我们还拿三来比较00011，也就是说是一和二这两个，一和二再小吧，这种吧。都还是全部吧，四种，一也就等于 minimum DP point 一的话就是001，是不是？001，point 二三四的话，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转化成
二三四是哪种啊？我还没这么没弄出来吗？二三四是这种，1110，就全部变成这种以后，然后我们是不是就能做出来了？就 把每一种方式都我们都给它弄出来。当然的话，0000我们不能做。四种的话，要写出来。四种的话是多少次方？二的四次方是16种，对不对？16种还行，不算太多。那我们就直接写出来吧。这等于 BP 0010再加上 DP，0010是 DP2 是不是？然后我们要去做的是 DP，就剩下的9行补成一得了，对不对？这个就是我们想要的，DP。0011，然后再加上 DP 1100，那我们看是不是这样的？0011，因为它们是每个 bit 上面代表的那个元素数，然后我们分割开来成两部分，对不对？另一部分是另，就是另一部分的话就是，就比如说这边后面两个一，后面两位是一，然后我们余下的另一部分就是不是前面两个是一呀？就不等于一一减去它呀，是不是？这正好是它减去它，所以也就等于1111减去0011，是不是？没错，二进制的减嘛，对不对？同样的道理，我们就把这16个全部罗列一遍。比如说最后一个的话是 DP。1101，再加上 DP 0010，对不对？0010，减去1101，是不是？你看他们俩相加，正好等于它，对不对？所以我们也等于 state，然后等于 dp 这个 sub state，再加上 dp state 减去 sub state，这个 state 肯定就整数，对不对？1111，就替换成写吧。DP state 对，再做一遍，OK，好，这个替罪公式我们已经做出来了，是不是？我们返回的是什么呢？返回的是。我们刚刚是就全部这个四个数是不是？就是1111，返回就是这个，这个我们就删掉了。对，这个就是这个我们的递归的办法是不是？然后我们里面还有一些小的知识点要去解决。首先是我们要把它重新转换成一个它的潜在坐标，然后就是不是？你比如说我们要把。0011 decoder 成 point 一和 point 二，对不对 然后去判断，这是一个我们要做的。然后第二个我们要做的话，就是这个 DP 的子序列。DP 的子序列，我们怎么做？
我是直接抄大神的，大神很牛逼啊。大神是谁呢？是这个，叫什么名字忘了，这个丢人了。天天看大神的视频，我说贴出来了，贴在这儿。大神是残酷刷题群，刷题群的群主，非常牛逼。它是用一个负循环来做的，比如说是，int substate 是等于 state，然后的话 substate 大于零，那 substate 等于什么呢？等于 substate 就等于 state 与上 substate 减一，这样的话就把整个的 state 里面的子。就 state，比如说是1111四个1的话，就能把它的所有子序列全部给它找出来。就它的子序列包括什么呢？比如说这个位是一，这位是就是所有的一的组合嘛，排列组合，二的四次方一共16种，全部给你找出来。这个是大神啊，大神就是大神，佩服的五体投地。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能把这个全部的罗列出来以后，就去这个命就解决完了。OK，那我们就填充代码吧。填代码，然后第一个的话就是，看到第一个的话就是 vector，我们先读一下，int n 等于 points 点 size 是所有的点的个数，是不是？比如说我们这里有四个点，四个点的话一共有多少种排列组合呢？一共有我们刚才判出来这是不是16种啊？一共有16种。从00到1110，对不对？所以一共有16种。然后的话，我们就得先去判断出来 int maximum state 等于什么呢？一共有16种，就是一左移 n 位，然后再减去个一。就比如说一左移，我们这是四个点，是不是一左移四位？是一左一次位是十，一二三四位是16，16减1是15，最大一个状态就是15，就是111，对不对？也就是1111这个最大的状态。于是呢，我们就 for 循环 in 后面 deep 还没出来呢，deep vector int dp，然后。有多少种状态呢？是16种，包括零了吗？1010123456789101213144错了呀！1123456789101213141121213141516种，包括零的话16种，对，包括零的话是16种，所以的话我们应该是，初始化的话就 state 加上一，对不对？然后的话它的初始化指的是吧是 int max，因为我们求最小的嘛，是不是？这个求完以后的话，我们就开始了，这个是初始化。对，没错 一共有16种，16个数组，16个，没错，有16个，对，这 DB 长度是16，然后的话每一，所以从零开始嘛，我们就用从零开始来乘每种状态，一共16个状态，对不对？全部放在 DP 里面。然后的话，下一步我们开始初始化，对不对？初始化 DP，怎么初始化呢？然后我们要 for 循环，for 循环这样子的话，我们看看 DP 是16种，然后的话，它们的 DP 就是从 DP 从零一直
DP1 等等等等等等 DP15 也就是 DP111 对不对？所以的话，我们就要把它每一个进行填充。现在 for 循环 int 从DP00 的话，我们就是不是可以直接初始化？DP0 就等于零，我们就相当于有空没有点，零个点的话，我们就是零条边，对不对？i 等于一，i 小于等于 max state i 自增。然后现在的话，我们就要填充 DP 了。我们首先我们就需要一个函数，比如说 int if cover by one line，然后把这个 i 不用叫 i，我们叫 state。把 state 传进去，是不是？state 传进去，如果是能被一条边能cover 住的话，我们就 DP state 就等于一，是不是啊？这就初始化完了。就 比如说 state 是一的话，就一条边，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是111，对不对？这个一条碰的一，就是一条边嘛，对不对？就初始化完了。然后下一步的话，我们就到了我们的递推公式，是不是？递推公式，对，套用大神的模板了，模板拿出来，DP，哎呀，先 for，int state 等于一，state。小于等于 maximum state 自增，是不是这个为什么？我们没教育，我们去便利每一个那个 给它准备用递推公式给它递推出来。DP 如果 DP state 等于一，是不是说明这个 state 用一条边就能 cover 啊？所以的话，我们就直接 continue。否则的话，比如说现在没有办法，现在这个 state 我们 没有办法用一条边来做，所以我们就要把它拆分出来，是不是？把它拆成子状态。然后的话，这种是每个子状态我们就知道了，我们就开始用。DP state 就等于 min DP state，还有呢，还有就是 DP 的这个 sub state，再加上 DP 的 state 减去 sub state。就主要你套路这个嘛，是不是？它每个 state 我们就过一遍，sub state 我们都过一遍。但是的话，我们还要取最小的，也就是我们代码，第六个用是代码，对不对？然后的话，我们对从一开始，因为零的话，我们就不用去做了。对，零的话，我们已经知道是一了嘛，零实际就是零嘛。哎，这个。是我多写的吗？应该是我多写的。然后我们叫 return 了，是不是？是不是多写的？应该是多写的。然后我们叫 return，就 return 的是什么呢？return 的是 return 的是 DP 的最后一个元素，是不是？我们就是 maximum state，对。这就做完了，但是我们还要填充一个函数，是不是？就是这个，这是个布尔类型的。我们看看还需要什么参数，因为我们要找的是这个状态它代表的点，
所以点的那个，就结合我们的传递就是，然后去看它能不能被移，对，有没有一类条件去 cover。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布尔类型的一个变量，get 是 int，碰的话是这种类型的。然后的话，我们看看啊，既然是要求，我们先 decoder 这个 state 变成一个有多少点，比如说 decode state 不用再多写一个函数，多写一个吧，看得清楚的 decode。觉得也没必要 decode，直接用 decode state two points，然后我们用一个 vector int 去存 decode points，对，就是我们把 state 转换成一个 points 的 index 以后，最好是举个例子。是幺，111111，或者是不好的话，再找一个，随便找一个吧。这个，对。那我们要怎么做呢？首先，我们要知道一共有多少个点。所以我们就 int n 等于 points 点 size，然后紧接着的话，我们是不是要去查每一位呀？对，一共有多少位呢？r int i 等于零，i 小于 n，i 自增，就是我们要查每一个位，对不对？一共有四个位嘛，就是从零、一、二、三，我们都查一下。我们去查每一位呢，是一与上 r 位，左移 r 位，就是左移，比如说刚开始的话是零位嘛，左移零位，然后的话在与上 state，这个就能把第零位，比如说是没有一，给取出来，是不是？如果它不等于零，就是取出来的结果不等于零，说明这个位是有一的，是 if。不等于零，那么就是说这位有第零位上面有这个有一个元素，第零位有的话，那是不是说明就是 point 零啊？就这一个第一个元素嘛，我们就可以把它。push back i，OK，这样子呢，我们就能把所有的一给它过滤出来，就提扣掉出来以后的话，然后我们下面第二步了，就去判断它里面的这些点，比如说是三一二三，它们能不能变成一个直线，一二三，然后我们先看看一下哈，如果。是只扣掉了 point 里面的长度是就两个点，或者是就一个点。point 点 size 小于等于二，比如说是有一个点或有两个点，那是不是直接就是说有一个就有一条直线可以把它连起来了呀？就 return true 了，是不是？然后就开始其他的了。这个时候呢，我们是不是，比如说有三个点，一二三，一二三这三个点，现在我们是已经拿到了他们的坐标了，零一二，对不对？
我们下一步的话就要去求这三个点是不是能达到这个直线上面？怎么判断是不是在直线上面呢？那就是不是用 slope 斜率啊？每两个点之间的斜率如果相同的话，那么它们就是，说明它们在对上同在一个直线上面。然后是不是用 y 啊？比如说是 y，我就下标吧。y 是第二个点，减去 y 零除以 x 一。减去 x 零，然后等于 y 二 y 二减去 y 零，再除以。先这样可以。可以的。再除以 x 二减去 x 零，这个是不是说明它们斜率都相等了？我们用零一二，它的名字下标来表示它们，对不对？于是呢，我们就可以去取出来 vector int，我们就先把下标零，就第零个点，它的那个两个坐标取出来，叫 pair 吧，vector 不好听，哎不行，它还真是只是个 vector。vector 的话是比如说叫做 coordinate。Net one 第一个点坐标就等于什么呢？就等于 points，然后的话，decoder 里面的第零个元素。这个叫口令就写一个一吧，或者叫做 first，你就写个 first，second point，然后我们还要这个是第 r 的点。两个点从哪开始呢？就从 for int i 等于零一二，i 就第三个点嘛，小于，它的 size，就是每个，我们肯定这里面是肯定很多点，对不对？很多个点，不光是比如说有四个点的话。我们是不是每个点从第三个点和第四个点都要去做一下？是不是？都要去做一下，把它的做，就把它的那个，这个不叫做，就是 i point i p o n t，把第 x 点的它那个坐标给它取出来，取出来以后的话，然后我们干什么呢？我是不是就套用这个公式了？套用这个公式的话，然后这个是第一个点的 y。首先我们想一个是啊，先第一个点，那么第一个点的 y，第一个点的话是它是不是？它的 y 的话应该是一，对不对？
这是第零个 gain，第零个 gain 的 y。等一下啊，我看看啊，这个是第一个 gain，应该是 y 一的话，应该是 second。这个是一，是 y，对。减去 y 零就是第一个点的 y，第一个点的 y，对，没错吧？这个是把 r 换成 i，这个是第 i 个点的 y，第 i 个点的。y，然后第零个点的 y，第零个点的 y 是一，y 都是一对。x 的话，这是第一个点的 x，第一个点的 x，减去第零个点的 x，减去第零个点的 x 是零，对不对？然后第 i 个点是它，第 i 个点。它的 x，它的 x 是不是前面的式就是 x 这个坐标？我们取出来一个 vector 以后，它的第一个元素是不是就是 x 啊？零，你就给两个点的 x，是不是这样的？对，如果它们相等的话，就是我们相应的答案了。但是我们在想个事情，如果它们俩是相同的话，是不是就零了？零不能当为除数，所以我们得转化成另一个形式，乘积的形式。if 乘积稍微有点长，得把它先括起来，不然会乱。OK，就是它，乘以它等于它再乘以它，是不是？这个如果相等的话，就说明它们的斜率是一样的。斜率一样的话，那就是我们接着去要找下一个，对不对？下一个元素就 continue。如果不相等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就直接 return false 了？对 比如说这三个点，它们的斜率是不一样的，我们就直接 return false，因为没有办法在一条直线上面。然后如果是都检查了，都是在一条直线上面，我们就 return true 了。OK，代码就是这样。我们检查一下，感觉应该对的，都是对的。这地方。跑一下试试。这个问题是少了一个括号，确实是少了一个。下，哎，过了200多毫秒，挺多的，是不是？221毫秒，我们可以是不是可以优化一下？优化在这儿地方，因为我们刚才看到了，它的子集里面有很多，比如说是左边的话是
一二，右边的话是三四，三四，然后的话，这边会，比如说这边多出来个16，怎么说呢？就是很多都是以左右就颠倒过来的，比如说是一二，我们这次黄一二的时候，然后另一边是三和四，对不对？对比三和四，然后这边是加上，对不对？然后弄到对比三和四的时候，又会再跑一遍，对不对？所以我们能不能就加个vacated 去把这个状态给它记录下来，就不用跑一个，有些就不用跑，对不对？Unordered set 这个是 int，我们叫做它 visited。这个一，如果它等于一的话，我们就，如果它等于一，state 就访问过了，这可以不做，我们就主要优化它，优化这个地方，对不对？对，如果。visited dot count sub state，如果上次访问过了的话，然后，等于零就 continue。对，这个的话，我们就把 visited dot insert 插进去什么呢？sub state 这个时候访问过了，然后 visited dot insert。date 减去 substate，这个也访问过了。如果是下一次的时候再访问到，对，这个应该是，wrong，看起来我的想法还是有一点偏差的。为什么呢？我看看哈，有一些好像是没有做到。哎，不冷，这样吧，我们先把这，我先想一想为什么会错。把它删掉吧。我先去想想，为什么会错，然后再告诉大家。好，刚记得刚才，那刚才我找到原因呢，是能优化，是能解，是能优化一些的。比如说，我弄一个 visited 的一个布尔林的数组，然后在这个每次的找到每次一个新的 state 传进来的时候，然后的话，我们就先看一下是个这个 sub state 是不是被访问过了。如果访问过的话，continue；没有的话，然后就把它 state 和 sub state。substate 和那个 state 减 substate，比如说是 point 一和二，访问完了以后，然后 point 一和二，point 三个字都放进去，然后这个是结果，结果的话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一蹦，277是最好的一个次，给它优化了4毫秒，感觉效率不是这么高。OK，好，这个就是这道题了。